两位前辈久违了，木匠奴久违，医疗师前辈，你受宠不轻了。经书细心雕绣，技无单言，处处献技文素品，幸有你及时关注，我就求高难量。我乃对中必会巧之器，吾想着何从容也受意外，详细经过太淡无欲再说明，我命一路做还亲一淡无欲定是无悔地立即休用，就应见着何从容最代替，受伤皆如此应当。可惜你我在这练酒用是拜天，但无欲重重做环境临走之刻，也比着何从容一将所伤，到底昏迷不醒，虽锐利了其凶性，永不敢以专性，必地是何因果？还素环境之强，其意识混沌不明，昏迷不醒，应会是凶事之故，所以必须一定是探索之法，才能探究原因。嗯，做环境一旦没有，犹如两位前辈照应，我想是对照避讳巧的行踪，两位前辈请入。一定是离关的避讳，就由我来一探素环境之定性。犹如路，一座一座江，只讲世界人拢不见了。厦门嘛唔知要去倒位问，究竟发生什么代志？怎会突然转到搬走？顶摆拄到的迄名小子只讲太阴，唔知影赶快做伙离开。看我看我看我啊！心情真不错。什么人竟然偷听我讲话？哼哼，无像是正常人，只是亲友听起来是受了重伤的感觉。我的是智强太阴，这叫啥？天上掉下来的礼物，伤确实真重，规身躯拢血。看这种的伤痕，是被人拍伤的鸟王，再由山顶滑落来。靠！这座山最无还有300吨，接一个也无死，你嘛实在真认命。太困，对不起。好啦，虽然我一向不能救查甫人，看在你姓志强，我就救你一摆，再问清伊的下落。我哩哩哩，实在真重啊！